我来看这非常美丽的画面。2011年的世界比基尼模特儿大赛的决赛，昨天在台北内湖举办。来自世界各国的43位佳丽，分别呢，这个穿上了国服、晚礼服，还有比基尼，当然是重点了，表现好身材。最后21岁的蒙古小姐抱得了世界比基尼模特儿后冠，而我们26岁的台湾小姐呢，林千安第四名，身高178，匀称的身材，其实呢，她在比例上不输给西方人啊，得到了亚洲的比基尼模特儿冠军，世界比基尼模特儿第四名，成绩非常的好。